新的华为 Watch Fit 3刚推出，以下是十个你应该知道的事。首先，外观时尚好看，采用方形的表盘，整体又特别轻巧，长时间佩戴不会有太大的负担。一共是有六种颜色款式的，月白色、青色、粉色和黑色都是这个浮橡胶表带，然后还有灰色尼龙款以及白色皮革款，所以选择非常多。第二，这个新的方形表盘带来更大的显示，更方便观看，还有触屏，显示内容也能看得更多。边缘弧度摸起来很顺滑，有时候看上去有点像无边界一样。再来给你全方位的健身管理，像是最方便的卡路里计划，你可以设定自己的目标，然后每天打卡你的卡路里摄入，输入你三餐所吃的这个食物，它还有马来西亚本地食物的卡路里计算，非常接地气，还可以随时输入你的最新体重，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算出卡路里赤字，给你明确知道你的计划进展。再来有100多种的运动模式，可以配合你的卡路里计划进行。最喜欢的是有一些运动竟然还有动画可以给你跟着做，充分利用大屏幕的好处。第五，有长达最高10天的长续航，不需要再一天一充了，而且充电也很快，10分钟就可以用上一天了。有各种健康监测的功能，比方说睡眠实时监测、你的活动、心率、血氧、月经周期、压力等等，全部呢都可以在华为 Health App 看到更详细完整的数据，长时间下来就会有更全面的参考。它兼容 iOS 和 Android 系统，所以 iPhone 或者其他 Android 机的用户都可以连接使用，能进行 WhatsApp 消息快回，也可以接通电话，当手机不在身上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直接恢复或者接通电话，不用再跑去找手机了。如果是灰色或者白色皮革这两款呢，还支持设置门禁卡，忘记带卡或者懒惰带卡的话 ，scan 一下就可以通过啦，超方便。不管你是 iOS 还是 Android 用户，都可以同步手机的日历，手表就可以查看你的日程表了。OK， 讲了这么多，华为 Watch Fit 3售价是599令吉起，那购买的链接我就放在 caption 啦。